所以那个车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有上车，我要登入。总觉得从你们从那个比较旧式款的直接跳到很那个很近。没有啊，现在就是完全就是靠柴油动力看能不能推得动。哎、那柴油来跑就变得好安静啊。啊。哦，安静好多、哦。谁家外面一直有警车在跑来跑去？那一点就特别安静。我们现在这一代叫做、我们现在这一代的那个车头叫做那个静音。我们之前那一款比较多声音的叫粗音。啊？你家可以拉汽笛吗？即将抵达，即将抵达。我们要刹车，我要再冲的意思。哦，直接冲回去嘛。他刚刚下坡是有到130，哇，这边有速度控制，对，这边有点速度。哇，然后、啊，其实我的角色可以在里面乱动的，白痴哦，这可以啊，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啊。我，你与其说是走来走去，不如说我在里面飘、哦，像 T pose 一样。全会馆是有要摆 PC， 你可以摆猫王。那个猫王到底可以干嘛？就只是买唱片而已。对啊，它的功能就是买唱片。看，是说那些圣树都长大了，风破有来看看吗？没有，我刚刚先飞回家，我刚先飞回那个度假村了。把火车处理，我要先把火车开回来。可是路上好像有一个手摇车挡路。这么那就把他只要把他撞走了哇！这个竟然是这样子、啊，天哪！可是这个能走出来吗？这不是能走上来的吗？好像铁门哎、欸，可是我找不到按钮，可能还没有被弄出来吧。其实我一直对于顶楼这种阁楼的地方到底要怎么装饰，其实很困难，因为就是把它盖成哈利波特的房间。哈利波特的房间并不是阁楼啊。楼梯，它是衣柜间呢，它是那个对楼、啊、梯楼 梯里面那个像衣柜的地方，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那种感觉，还是我们之后把红豆的房子干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哦，前面很小。等一下，之前这个车厢里面是这种地毯的吗？我没什么，我没有太大的印象。好困惑。与其说是高级，不如说是你要不要搭进来？VIP 车厢。应该可以直接撞走了、啊。我觉得，与其说这个是高级，不如说有点像是地狱死的那种地毯。哦。现在那个人力车在体验它完全想象不到的速度。它那个一定会坏掉啊！它还在前面好好的，我已经推到极速了，现在时速100多了。啊！掉下来。掉下来了。为什么被传回来了？我回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对啊，去拦截火车啊！快点啊！刹不住，刹不住！啊，火车跑过来啊！哇哇！哈哈哈哈哈！死掉！我的半成品火车跑走了。应该是这个吧。看，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哎，等等，他回去，那个半成品回去。哦，半成品回去。太快了，速度刹不住啊！我走过去，看到一个东西要回去。我都不见了，我车失踪了。他往这边过来了吧？哦，我一直看着他来回从，哇，不行，太火箭的速度啊，真的很，真的，我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快高速铁路吗？这个真的是很北七耶。所以杰森，你要抢救一下我们的火车。他停下来了吗？没有，他还继续冲了。红豆，跟你讲，人力车跟在后面。我在这边。Three days later， 你知道开场即精华并不是什么好事吗？你可以多做几个看看。
开场极精华就代表说，如果中间没有出现什么更大的爆点，那就接下来就超无趣的。这是真的，看十秒就好了。十秒精华是不是？那跟我那就跟别人给我剪的那个第一次直播精那个第一次直播的那个弥陀帮里面全部都是那一只狂笑的部分一样。更改姿势是什么？自动减速吗？正在测试啊！我不然把轨道敲掉了。耶、yeah, ，减速，强制减速。哦，哇，红豆被压死了！出去了，弹出去了。我唯一看到的画面就是红豆说刹车，然后那个，然后他就死，然后那个火车就把他给压死了。我需要求救，我没有办法放铁道。可以操控油门，不能操控刹车。哦，因为你下面这一格，我给它调成刹车。哦，所以它会强制卡住哦。欸、好像真的是哎。那你把它关掉。把它关掉。哎、欸。所以我们知道它的运作逻辑了。靠背哦。这个好有趣啦。我也觉得很棒。哇，总算是吧。好，两边的月台都盖好了。只要你要进站是没问题的。我们上面需要可爱的吉祥物。上面不是有一只开头吗？度假村注意，火车来喽！我以为你要跟那个狐狸一样放一个那个。对啊，倒车把它截成吗？没有，就是接在那个蒸汽火车的车尾啊。万一蒸汽火车开不到去，就你说街上还有听，他有听着，觉得很像是你在讲什么盖塔机器人。就是避免他爬不上去，就开那台柴油把它推了。啊，不能点下去啊！我觉得之后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可能要调整的应该是这个幼儿园吧。完全不刹车，只靠火刹，应该刹。这个幼儿园我搞不太清楚，为什么旁边会有长得像地下室的点、啊？为什么要挖？为什么要挖那个鱼骨下去啊？天哪！它在一起。哎、欸，所以我们这边这个铁轨的那个圆弧就不会动了哦。对啊，就卡在那边。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这边这个圆形大概要盖什么？除了工业区的部分，除了工业设施以外，其实我有点想不太到，到底圆形的东西到底这种圆形的那种这种这一块到底可以放什么东西是比较适合的？目前没什么想法，所以目前先开放观众想一下度假村。目前的第一个想法是放一只鱿鱼或者是章鱼，放一个章鱼烧好了，放个章鱼烧。那你不如说一个章鱼手上拿着一个章鱼烧啊，好赞！盖欢嘛，可是我刚刚都已经想啊，你们要盖欢嘛，好吗？可是盖欢，可是我想不到还可以盖哪一种车厢去接着。盖欢的话，需要的东西是。结果我最近接的委托也是跟动物有关的。哦，现在盖的也是跟动物有关的，奇怪了，我什么时候转职这负责化动物系的了？咦，你现在是动物系的人了？个人感。为什么有一个人到现在还有时间在发梗图啊？哈哈哈哈哈！笑死了！
不知不觉啊，今天又加班了。可是现在在盖，你我在做就会加。可是我现在真的是在赶着把这个东西盖完，因为我想要赶今天就把它处理掉。但是欢其实比想象中麻烦，可是。为什么我的早餐考题会看到任何好笑的东西？我会看到他坐着，要不然就是他在喝下午茶。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找到这一场。难得，难得，哦，是在思考的，该怎么把红豆料理？啊？为什么是我？啊、不会什么。Six hours later。哦，不行，你这样就很适合。你看这边这个位置，然后再放那个食物或者是那个什么，反正放个什么东西就好。对呀、啊，那就很适合嘛，或放个橘子之类的。我觉得因为麦块本身的那个透视的关系，所以我从正面看，我会觉得他的脸超长，可实际上并不会。如果我从他的屁股后面去看他的话，其实还蛮那么一回事的。我还没有弄尾巴、欸，糟糕。我好胖哦！天哪，我该这么胖哦！我从这个角度看超胖的、欸。哦哦哦，有一只趴着。欢呐、啊，你是哪里啊？我没看到哦，你在哪？我的开车。那是一只那个欢蜜欢之的那种。我后面查了才知道，它原来后面整个身体几乎都是灰色的。可是底部的部分我还没有放，还没有盖好，所以就放这里。后面很空。骚扰车站对不对？他只在找食物，巨大化。骚扰车站，性骚扰车站是啥？你要听他在讲什么？那你知道用那个什么？那之后你要用那个 NPC， 然后放在上面让他自己动吗？我们可以叫红豆上去表演。为什么又是我啊？你要放猫网啊？对啊，放猫网。哦，对耶。那负责被 Q 了。可是我觉得他长得很不猫网。不猫。不猫。喵。猫不起来。就像红豆这样子喊的，我也觉得猫不起来。如果你会觉得猫会有点可怕哦。我会问你，你就不能勾哦，吃错药了。